每年 Work Fashion Night Out 全球购物业最受期待的精彩活动，就是媲美国际时装周最高规格的 FNO 时尚大秀了。今年的 FNO 时尚大秀可谓是重金云集，除了邀请了重量级双姝宋智孝、莫文蔚外，还有萧敬腾、吴建豪、鬼鬼、吴映洁等众多型男靓女，现场气氛火辣爆棚。当晚一身白色蕾丝长裙搭配小短袖的港台金曲天后莫文蔚，优雅大气，女神范十足。天后今天穿得那么性感，老公有没有意见呢？马上就要过结婚纪念日了，女神又有什么准备呢？他不在啊，没意见。一般都是他送我东西的。每次我回家，他都一定会送我花的，很 sweet 啦。每次回去都会送。对对对对，其实我有时候我也说没关系的，就是有时候因为他工作也很忙啊，可能晚上才从德国飞回去啊，那其实可能来不及买东西，那我都说其实无所谓。可是他觉得不行，我就是。老婆回来一定要家里要弄得漂漂亮亮，有鲜花这样。天王萧敬腾一身香奈儿风衣打扮，白马王子味道十足。不过今天晚上户外天气这么好，是因为雨神今天打扮太帅了吗？不过雨神今天晚上酷奇的鞋子有点高哦，不怕跌跤的吗？今年的是一个非常的流行运动，然后高的休闲的运动，要小心啊，对吧？大家你们一定都很有经验，对啊。现在鞋子都其实蛮流行，就是很高这样子。